强词寻宝第七天，听粉丝说这水底下有很多的东西，今天咱们来试一试，要是水底下没有的话，我再也不相信这位粉丝了。来，开始咱们今天的第一捞，走起。兄弟们，好像有东西呀，挺重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没拉上来，把它拿上来看一看。好家伙，第一捞就捞出来这么一个大东西，这是啥呀？一个打气筒吗？看来这位粉丝真的没有骗我呀，真的能捞出来东西。来，开始咱们今天的第二捞，走起，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好家伙，第二捞空空如也，啥也没有。再来，好家伙，又捞出来一个包，看看包里面有什么。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吧？有什么东西谁会往河里扔呀？对吧？对，一个手机壳，一个眼镜。别的就没什么东西了，还有一个梳子，别的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把它带回去扔到垃圾桶里面去吧，放在河里污染环境。再来一次，走你。好像没什么东西呀，感觉不到重呀。咦，这什么呀？我操，这啥呀？都泡在水里发霉了，我们把它拿下来看一看。兄弟们，有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？感觉这东西也算一个老物件了。泡在水里都发霉了，回去我应该找个专家鉴定鉴定，应该是一个老物件，应该很值钱吧这个东西，咱也不知道这是啥，咱也不敢问呀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